皇上，全城已经封锁，他们逃不出去的。击打烟袋。 你阿姐说这什么意思啊？那是我们的暗号。暗号？对啊。他在对暗号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就是说，嗨，狗官，想探听我们的秘密。哦，好好，我不问，我不问。回家当虎。大虎，你问黄大哥消息，他没有死，要你们放心。小月，黄大哥没有死。 狗官，你算卦很灵哎，黄大哥没死。我听见了，他没死就好。哎，既然没死，就不要叫狗官了嘛。起码也应该叫一声大哥嘛。大哥，哎，你也配？啊，我做你们大哥都不配啊？黄克明才是我大哥，顶天立地，英雄气概，哪像你？好，那我不做。哎，阿姐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狗官去换位黄大哥，好。 若不是福康安英勇救人，保住了黄克明，朕把你们全都充了军。是，微臣守牢不力，该死，该死！皇上，这场火烧得可疑啊！哦，您看，早不烧，晚不烧，偏偏皇上的班底一送来就烧了，这其中必定有诈呀！吴大人，什么人见过这班底啊？ 十四王爷，十四皇叔，那他就该认识这个扳指啊！不，十四王爷说这扳指是盗墓的偷走的，盗墓者偷走的，这是康熙圣祖之物，他居然胡说八道，是何居心？万岁，微臣查办反贼一案，蛛丝马迹都牵连到十四王爷。十四皇叔，放火烧死黄克明，等于置皇上于死地啊！ 这十四王爷居心，昭然若揭呀！别说了，皇上息怒。皇上，依奴才看，还是先打听到纪晓岚的下落，把他营救出来，方为上策呀。对，何爱卿言之有理。微臣淡然去搜。不必了，黄克明没死，他们必定要以纪晓岚来交换，我们只需要静待消息。皇上圣明。万岁，贼人用箭又射来一封信。下去吧。是。 万岁，他们要我们明日把黄克明送出府衙。皇上真是料事如神呢。吴罪，臣在。黄克明现在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黄克明并未灼伤，经大夫诊治，已无大碍。明年准时把黄克明送出府衙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万岁，我率一队人马暗中跟踪，一定将匪徒一网打尽。不可以打草惊蛇。万岁，这黄克明乃反贼之首，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啊！只要纪晓岚可以平安归来，朕宁可不追究他们的罪行。阿姐，今天大街上这么安静，府衙紧闭，好奇怪啊！是有点奇怪。 阿姐，你看，黄大哥。
谢天谢地，我可算是有救了。大哥，莫愁，黄大哥。哎，你就是黄克明啊？为民请命，好样的！多谢了，大哥。大哥，我们走。哎，慢着，慢着。小月姑娘，黄大哥来了，我该下车了吧？现在放了你，我们不早死吗？出城就放你。进去。啊，这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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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城，出城。不行了。什么时候请喜酒？官司打赢就请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呀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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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，快跑！剑上，这剑上抹了要命的毒啊！黄大哥，黄克明，黄大哥，哎，你可要顶住啊！黄大哥，黄克明。